是这样子收的。哇、哦，是这样的，哇，哦，两三只啊，三只，哇，哇，Triple Kill。我是来长钓的查米，我这次吃了比较强烈的晕船药的东西。有几颗？两颗十克。我是身价不菲的离子。哇，今天只有我们三个在吗？连另外一半都在。对，我们今天的另外一半都在，所以呢，到时候呢可以看到，今天我预计吧，但离子没有。哦，对对对，离子一个人。对，你身价不菲，你身价不菲。主要是让大家知道，就是说女生玩小搞搞，其实也是很容易上手的。小搞搞其实以船钓来讲，爽度有，门槛低，价格又便宜，一举三得，好不好？来 go。还没有任何状况。对，现在是。练习没关系，先练习。现在就是说，不要大摇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钓，这才是头最大的事情。麻烦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就先找那个水面上的亲戚，我们先攻击他们。我怕大家卷的都好烦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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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这样收的，是这样子收的。哇、哦！这样收啦，是这样子，然后握住卷。对对对对对，可以举到。屏幕前万千少女们都心碎了。这样子。大家不想看你啊！我煞风景来了。哦，有吗？有有有。加菜。然后给小孩加菜喽。一夜干哦，不是白带哦，是铁板的白带。耶、yeah, yeah, yeah, yeah. 要说什么？这边也有。好、啊，妈妈之力，妈妈之力，海边也有。海边也有。哦。有。哦，两只。哦，两只。哦，两只。爸爸。爸爸爸爸。好，一只竹夹鱼、哦，好小哦。一只青鱼，青鱼，竹夹鱼跟青鱼。上上面，上了，上了。有没有感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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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比较重。对，它是一直在抖，一直在抖动。我们在抓了，在抓了，在抓了。有有有。How do you feel？ 应该准备了。准备，准备，准备，准备。准备，助手拿住你的鱼夹来。全部动了。在在。全部动了。来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。哦。哇，两只双钩啊，双钩，不错哦，钓鱼，爸爸，啊，我们今天用的这个叫做来船钓就像一场游戏，我们钓鱼是什么？开刀，所以这把叫做开刀游戏啊，开刀 game， 叫做开刀 game。对，那现在你觉得怎么样？好玩吗？那拉得起来吗？你现在是钓到东西是不是？女生都可以做到好了。哦，白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哦，那这铁板是什么呢？这个呢是我们今天所用的弹绳。那前面的话，它其实是有夜光的，然后底下的钩子也有做夜光，然后直接这边直接开四门。早期的天涯钩是开三门，现在多了一门，价格不变。哎，终于今天多了三分之一。对，抖成这样子，棒起来，你觉得棒吗？你觉得棒吗？你觉得查米棒不棒？查米有什么关系？你不要自己自肥好不好？哦，不要走！哦，两只、三只。因为他们两只，他们两只比较难，比较重一点。哦，不止哦。两只啊，两只。两只。大头，好，转进来，转进来。来来来来，哎，你往后退一点点，往后退一点。好。耶、yeah. 哦！我觉得应该让女生夹看看。哦，可以啊。对对对，你拿着，用力压着，压着，压着，他很会抖哦，你要很用力哦。好，各位看一下现在的时间，现在时间是11:51。龙野村里有什么感觉？没感觉。他们预测你12点会倒。我 OK， 目前非常 OK， 是不是？对。OK 了，我们接下来钓鱼台等着我们。就，对，我们马上下班去钓鱼台。对啊。然后离职可以去吃饭了。我们这边已经开始吃了。来开始吃饭了，来，啊，看一下这个，这是阿美，香煎巴浪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主食，哇，料风味美，海鲜粥，
满满的料。你怎么已经偷拿了？你太快了。你先吃啊。那你觉得你拿到食物第一件事应该先做什么？你要喂我吃啊。你啊。你饿吗？还好还好。你要说饿。好。阿敏，女朋友饿了，你该怎么办？去了。去了。直接叫我去而已。OK， 上半场的青鱼。大咬青鱼大咬，还有朱家玉也是。白带咬的算比较花一点的，对。白带又小又少，嗯。可是还是要一波一波的啦。对啊。那龙嫂哦，为了奶粉钱啊。对啊。家里小孩爱吃鱼啊。爱吃，爱吃的小孩都会很聪明哦。哇。好，来喽，小哎白带，白带啊，起来。都直接从最底下开始。白带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这个已经就是很重视，是。现在杆子都要靠船身了。哎呦，战神白带。哦，终于有比较粗的。30磅的。今天我们这只拿的杆是什么呢？这只是 Red Knife。它有的，都有，都有的，都有的 Red Knife。它其实是滇雅杆，都有算是 HR 的副牌，价格还蛮亲民平价的。然后虽然很平价，但其实也很好用。对，你们看到一个妈妈，对，第一次卷了一个白带上来，马上就中了一只大白带，哇，哇，粗的。巴浪巴浪，巴巴巴巴巴，两只，一只，好 ，OK， 灰灰呀，灰灰，小灰灰，小灰灰。小灰灰有人要给我霸一下吗？虽然我都有一个人，但是给我霸一下。霸！各位观众还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说我是有身价的鲤子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个是杆子。有没有觉得这杆子很漂亮？这是 HR 的黑钻。黑钻。黑钻。杆子你看非常的纤细，但它强度很够，因为它是一批的，所以其实不怕它说强度不够，而且重点是，哦，这边有了。好，重点是它很轻，非常的轻。对，我刚刚有拿过，真的蛮轻，真的超轻。然后它前面是属于蛮软的，非常适合女生钓鱼。最重要，它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。但是你们今天没有女生来可以钓鱼，所以我带这只杆子，我希望能够在船上找一个女主人。船上女主人，阿美公主，钓鱼霸最年轻、最有潜力的离子，在这边为你服务。现在是一个拔浪大咬的状态，这是白带不知道去哪里了。看拔浪是有多么的大摇，下去放到下面，看有没有看到，有没有看到那个杆头，有没有看到那个，有没有看到狂摇，开一下马上就有鱼了。哇，这哇这杆好沉，准备开桨咯。哎，对啊，一只哦，发钩，等一下哦，小青鱼，插水，能拉后吗？能拉后吗？能拉后吗？然后这个时候冲杆，然后换别的。对，拉后吗？还是白带？啊，不是啊，很两三只啊，三只。哦，成功了 ！Triple kill，Triple kill。三只青鱼，三只大青鱼啊！下面那只是，下面那只，下面那只被你扒到了吧？好可怜啊，他两个同伴游去撞他，哎！哇，我不要！又到了一个看日出的时候，对，准备拉母光，对，拉母光好像现在不错。不行，我累了，我累了。然后女生也都休息了。对，我们算是首批，主要吧，给大家一个建议吧，还是青鱼啊、拔浪啊这种的啦，哎，就是这种的，然后白带少少的。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的船钓，很多很多，就是为了每个月都有船钓，对，然后每个月都帮大家来测一下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原本是装这个，然后。已经有点，已经有点过分了，已经有点爆满了，所以我们就改装第二桶，这桶已经装不下了，所以我们全部装第二桶，全部，对，
哇，看到没有？哇，这个量，这个量，那就差一个特别的白带，全部都是。接下来要钓白带了，小高告的，祝你们大摇，那就这样子啦，拜。有了有了，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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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